来自新港乡的消息，坐落在新港乡的一间老厝传来咖啡香。尾田糕饼的头家严明智先生，跟两位合作的人，揪着小提琴来演奏着甜蜜蜜的歌曲，用悠扬的琴音来宣告，特别制作尾田幸福礼盒，将投入第30届韩苏138个预备行列，为创世家己院的植物人以及所有的韩苏朋友来尽一份心力。长期协助创世基金会友好单位安东国小、南新国小、原来国小、民雄国小、新港国中、新港艺术高中等校的校长，以及所谓新港乡的树心艺术家，纷纷受邀来到现场祭古，在音乐甲乒乓当中，算是牵手做公益、齐心推广。新港乡地区几位校长率先带来全校树心为第30届韩苏138个合力募集。祝贺红包为活动注入暖流。他在70几年，那 今年大概已经是30年哈。那30年哈，能够让韩式吃饱哈，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持续那么久，我觉得那是要靠很多人的力量，不是一个组织啊，一个慈善机构，或是一个社会福利组织就有办法这样做的。所以我想呢，那是累积好多人的爱心。好多人的慈爱哈，那我们也想到，在每一年的冬天，我们都会想到天气特别冷的时候，我们想到有好多孤苦无助的，尤其我看到我们植物人是常年的服务哈，我真的很感谢创世基金会哈，真的很不简单哦。过年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很开心的相聚在一起，但这些人他们可能在某一个角落。觉得很孤单，觉得难免失落，或者是期待一份团圆。所以呢，全台呢今年预计在109年的1月19号，我们总共要办理全台16处，总共有4070桌。那邀请全台湾将近有40000名的清谈人士到场用餐。那我们希望呢，各界可以发挥您的。小小的善心，微薄的力量，可以帮助这一场尾牙宴。67年即将要来到尾田糕饼，结合着创世家己院，在农历年前推出尾田幸福礼盒。传承35档的制饼技术，搭配天然健康、低负担的严选食材，和中式传统大饼随着轻快包装，变得更好入口。送礼自用两相宜，所得盈余专属用地。第30届韩苏138个，最新新闻就来行新港乡彩虹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